女性投注在什么行业的相关性分析。首先第一件事情选择的是棉，在棉这边作为不摘要，67年开始一直到109年，我的 hypothesis 女男比那个比例，服务业增加，从业的比例在增加，我在这边我要先勾女男比，再勾就业服务业，可是请把就业服务业改成平均，然后请画这一张图叫散布图，这个一定要是一个正方形， X 轴记得是什么，女男比，垂直轴是什么，劳动服务业市场所占的比例，然后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，是不是左下到右上的关系，好，请问你正相关是什么意思，女男比增加的时候投注的应该是什么，服务业